现如今，百姓餐桌上肉菜是必不可少的。在东北啊，没有啥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。但传统意义上的肉菜难免存在操作难度大、不符合健康饮食习惯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从吃肉不腻，尝一尝这带果丹皮的这个烤肉更香，和肉类边角料再升级的三个角度，帮您健康吃肉。哎呀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我准备啊做一个晚饭哈，可是你看我在这个冰箱里找了半天，这里面的这个料啊都是边角料。哎呀，还有剩的这个肥不拉几的这东西，这可怎么吃啊？听说我们今天回家吃饭的饭团啊也有同样的苦恼，咱们一块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处理的。我们平时在家做饭的时候都会剩下一些肉类的边角料，那么这些边角料该怎么处理呢？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我们回家吃饭的饭团。我一般把那个肉的边角料都炒菜，但是甭管怎么做它都不好吃。用完的边角料就会放到冰箱里，然后留着做馅儿用。切下来呢不会做，扔掉了又可惜，但是不切下来呢又会影响肉的口感。肉上剔下的边角料一般就扔了，反正也不会做。哎，你看见没有哈？有的人呢就有办法，但是有的人跟我一样非常苦恼。哎，今天呢就给您解决这个问题。一会儿啊，我会请上来我们今天的达人和大厨，让他们这两位把边角料给我们做好啊，看看他们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欢迎今天的达人还有大厨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呀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主持人你好。哎呀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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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您好，您好哈。卢大厨一来我们就知道了，卢大厨特别擅长把一些好东西变废为宝。什么叫啊？不是，就是把边角料变废为宝啊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要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示范。是，没错。那这样吧，在做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了解。首先，请您做个自我介绍，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欣，来自辽宁鞍山。卢大厨也做个自我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烹饪老师卢晓光。嗯，一般这个女孩啊吃饭都比较精致，对，感觉一般这个边角料就不会留着，扔掉。对，哎，问问您平时在家里去是不是像我猜的那样？我平时喜欢招待朋友，会做一些菜。嗯，然后呢，为了菜的品相，可能一些边角料就不会加到里面。哎，那这样长期的话，冰箱里就有很多这些边角料。那您这扔了呢，又浪费。对，啊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是吧？嗯，怎么办呢？我就想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，咱们把它做成肉酱，虾干瑶柱牛肉酱。您看我在家里啊，也经常会做一些酱，就是感觉拿那个黄酱或者大酱一炒就得了。您的这个酱会有不一样吗？今天我这个酱里面有两个小妙招，哦，待会儿再跟您说。您还卖个小关子啊？那卢大厨既然来到现场，肯定要教我们一点与众不同的嘛。要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卤肉饭。卤肉饭？对。来吧，那咱们处理处理。面粉。面粉，好嘞。对。OK， 可以了哈。可以。这个用面粉是一会儿要挂糊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一会儿还要清洗，现在就是初步用面粉把这个牛肉的血水很好的哦清洗掉。你看它有很强的这个吸附性。嗯嗯，对。然后这个是不是也是您带来的小妙招之一？对，这是妙招之一。嗯，我们一般用的做这个大肠啊，清理大肠子的时候啊，啊，都会清理粘液的时候啊，用这个面粉。对对对对，效果很好。您看我们用面粉清洗完以后啊，它这个表面上就去掉了很多这个杂质。对，面粉是其中一个，下面我们要用到的是白醋。哦，白醋。对，哦，就是它吧。对对对，我们在这个里面加一点白醋。哦，再拿一些清水。嗯，我们把它泡一会儿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达到一个去腥的效果。醋的去腥效果会很好，同时呢它还软化了这个肉。哦，让它好烂，就是再做的话，它就更容易熟。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办法咱们家里可以尝试一下。是的，好，那我们先放在一边。先放到一边，我们要泡一会儿。我们把肉加进去。嗯。我们先在里面加入葱段儿。哦。加一点姜。嗯。八角。八角哈。加进去啤酒，很好的让这个肉软烂。嗯，让这个肉烂得更快。嗯，还有今天我带来的另一个小妙招。哦，这是就是红茶，我们家里很常见的红茶包。哦，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软烂三宝。嗯，啤酒、山楂、红茶包。为什么啤酒、山楂、红茶包被称为是软烂三宝呢？
啤酒中的二氧化碳能使牛肉的纤维结构更疏松，使肉变嫩。加入山楂可以使肉处于弱酸性环境中，让肉吸收更多汤汁，从而变得软烂。红茶包里含有的茶多酚也是可以加速牛肉软烂，您记住了吗？都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哈，大家可以在家里用一用。对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开火了，对不对？15分钟。哦，高压锅压15分钟哈。在准备酱之前呢，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了提鲜三宝，就是我们的虾干、瑶柱和干香菇。这成本高了，这个是，但是牛肉还高啊。对对，但是这样的酱会特别香啊，因为我们准备的这些都是干的嘛，所以一定要提前泡好。这还要改刀吗？对，我们要把它切碎。要改刀一下。哎，我想问问，就是这一道菜是您自己发明的呢，还是用在什么巧合下做成的这个酱？就是想，因为我又喜欢吃海鲜，然后又喜欢吃面，而且呢，这些肉，我觉得他们可以试一下组合在一起，不也达到不浪费的这个目的哈？对，然后我们把它捏一捏就可以了。海鲜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提鲜解腻。那我们用这种海鲜和肉的组合，你可能用的这种鲜美味道，还有香菇是有层次的，对，各种鲜都在了。干货的东西它在这个酱里边起到很大的作用。你像我们这三个都是干的，它的味道更加的浓郁，更加的这个干香，是这样的。对，但是你怎么去把它激发出来，实际上一个是第一先泡水去掉它那个腥味和盐分，然后我们再用花椒酒加上葱姜上锅去蒸，蒸个20分钟30分钟，再拿出来就激发出它本身的那个鲜味，再去做。就在家可能省事，你煮一挂面手擀面，然后像我们老家比较喜欢吃那种油面油面，然后拌这个酱都特别好吃。我们家里剩的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都可以制作成酱，对，这样它的存放时间就更长，没错，而且让它的营养也不至于流失，没错，而且可以万用，又可以拌饭，又可以拌面，说句实在，再懒点我们弄点豆腐，搁点酱一炒，也是一个办法，对。还有那个就是现在，比如说外头你买一馒头，拿它就是，就是抹上一咬，哇，天，太好吃了。对，这个酱给它那个放贴面保存，在冰箱大概可以保存1个星期左右。它比较咸，虾干、瑶柱和干香菇，一会儿我们就把它一块跟肉搭配到一起。我们这个应该15分钟到了哈，但是它放气儿要稍放一会儿。对，要放一会儿。我们现在这个酱是不是也要提前的和一下？是的，是的。其实咱们今天的酱选择，我看这是干黄酱是吧？是的，干黄酱。干黄酱它就会口感偏咸一点吧。对。我还综合了甜面酱。那它跟甜面酱的比例呢是2:1。如果想把这两种酱换一换，还有可搭配的？黄豆酱。它是稍微发甜口一点，没有这么咸。因为我们这是干酱，还有稍微湿一点的酱，再来一点，比它更稍微细腻一些。这个干货它也是有一些盐分的，对，这个海鲜里面点。对于蟹酱，我有疑问，想问卢大厨。这个我听老话说哈，就是拿温水蟹酱是不是比较好？对，是会好一些。一般我们和麻酱啊，或者都是用温水、温凉水，不能太热。这样蟹就是比较容易开，对吧？对，比较容易开。我又学了一招，你把肉夹出来吧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开锅，看看这个肉怎么样了。这个肉非常有那个香味儿哈。来，那肉香，香吧。来，给大家加入几块。而且你看，我们之前没有加过酱油，就是因为这个红茶给它上了很多色，对不对？它本身牛肉的颜色也正，特别软。您看这个效果哈，真的流口水啊！你不要偷吃。你看，闻着这味儿特别香。行，您这可以，这我就是没剩什么了，就是那一块了啊。这来吧，不用，这我留着了。哇，就像一个软软的糖一样。你看，这个平时啊，我们的这个筋头巴脑啊，或者一些边角料啊，我们这个要是炒的话，可能没有这个效果。但是用高压锅压一下，非常的软烂，特别入口。那我们这个弄好了，是不是可以？我们这个肉自然晾凉之后，把它切一下，稍微切成丁。袖珍小碗。看到了。对，你一切就发现它特别好切。我们把它切成丁就好。切成丁就好。对。这么烂的还能成丁？切碎。
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哎，我记得之前咱放锅里的时候它挺多肥的呢，嗯，现在慢慢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肥肉，都是瘦的。对，这就是高压的煮的这个效果就是这样，嗯，它的脂肪会化掉的，哦，融到汤里面去了。哦，嗯，也会让我们吃起来更健康。是啊，哎，你看用一个高压锅就解决了很多很多的小问题。下面我们开始炒酱。嗯，给你先倒上一点啊，我们福临门的营养家葵花仁油。今天我们不只用葵花油啊，嗯，还用到我带来的这个猪油。哦，猪油是可以增香的。这个植物性的油脂和动物性的油脂放在一起，嗯，你们炒出来才是最香的。嗯。然后我需要用到葱姜蒜。可以。先把干料煸了。嗯。炒香。它的这个香味要释放出来，嗯，而且这些干香的东西就是一定要煸炒，让它的这个香味，嗯，完全的释放。对，大概煸炒到这样，微微变色就好了。嗯，现在下入牛肉。对，我们加进去。下入我们高压锅压好的牛肉，继续煸香，一下感觉好丰富啊。对，就比单一的那种酱要丰富很多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卸好的酱，可以加入到里面来。有点少，嗯，你加点水吧。不加。不加水啊？对。哦，为什么不能加水啊？因为你加了凉水，这个牛肉的口感可能会有变化的。哦，你可以加牛肉汤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。哎，那这个酱啊马上做好了，我们赶紧把面条煮上。准备了呢，福临门的挂面，非常好吃，很筋道。这酱里面我们少加一些白糖，倒上一点我们泰勒原味鲜的生抽，这个生抽提鲜效果特别的好。哇，你看这个酱啊，各位怎么样？就这个酱如果再拌面，是不是特别过瘾？一会儿你尝尝就知道了。这个时候可以慢慢小火的炖，对啊，炸酱不能着急，一定是小火慢慢的去炸。那好了，来，我们这酱就可以出锅了，来吧，走你。哇，怎么样，各位看有没有很诱人啊？那到底这个我们看着这么着色的酱，吃起来口感如何呢？啊，马上就要品尝一下。你吃出了那个海鲜的香味，就是它这个香菇，嗯，然后带着一点点的这个海鲜咬住，就是在里面那种鲜味提升得特别好。对，没有那种就是干黄酱那种苦味。主要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酱做成功吗？我们今天这个酱做得非常的成功。嗯，把这个边角碎料加了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鲜味十足的食材。嗯，哎，让我们这个酱呢一下就升华了。哎，而且呢就是复合在一起呢，口感口味都非常的棒。首先我们用的是边角料来做这个菜。对对对，哈，它这个首先食材不浪费，另外呢我们之前看着边角料很多肥肉，经过高压锅的压制，这个肥肉基本上就没有了，吃起来也更健康，嗯，口感也更好，嗯，啊，确实很好吃。所以呢大家喜欢吃这个酱，赶紧在家里做起来。零添加三重鲜，换个好味道，泰德勒原味鲜酱油喊您回家吃饭。优质米面油认准福临门，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。将牛肉加面粉清洗干净，放入白醋，用清水泡15分钟去腥。将清洗干净的牛肉边角料放入高压锅中，倒入葱姜八角、山楂、啤酒、红茶，压制15分钟。虾干摇住，干香菇泡水切碎，干黄酱、甜面酱比例2:1，加清水搅成糊状备用。牛边角料炖软后，捞出切成小丁备用。锅中加入葵花仁油及猪油，加入葱姜蒜末，放入虾干瑶柱和香菇，加入牛肉丁，转中小火煸香，加入卸好的酱、白糖调味至姜汁收干就可以吃了。卸酱的时候是干黄酱和甜面酱的比例2:1。今天是做传统卤肉饭，对肉的要求是很高的，传统卤肉饭的这个画龙点睛之笔。所以呢我们看看卢大厨有什么办法把它变得非常好吃。
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咱们不用那个五花肉，咱们用一些我们遗弃的呀，平时不大重视的呀，这个料啊，我们来做这个卤肉饭。那您这个就拿这个能给我们做出来吗？没问题，也可以，因为它这两种呢，具备了我们做卤肉饭的最基本的条件。嗯，一个是胶原蛋白质，一个是肉。哦，对，就是胶原蛋白质就特肥一点，胶质，那它能形成你前面说的这个很黏腻，很粘稠那种感觉。其实我们爱吃卤肉饭，就是因为它那个汤汁非常浓。那个我们卤肉饭呢，最不能少的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干葱，然后最后炸出来的这个，葱酥啊，我们叫洋葱酥。把那洋葱稍微冻一下，冷藏一下，然后我们刀上呢蘸一点点的凉水，然后我们把它顶刀呢切成丝儿。然后我们这个是香菇，也是要给它切成丁。对，目前看这个食材好像跟我们以前做的那个很像，都是准备丁儿。肉皮已经煮过水了啊，然后我们把它切成丁儿。这个肉皮呢，如果你要觉得它很难切呢，你就稍微给它过下水，这个凉了以后切呢，它就有点发硬。这要改成丁儿。对，它也改成丁。有筋的肉啊，我们平时吃都知道哈，它可能口感会差一点。对啊，它咬起来没有那么舒服，所以呢，我们看看罗大叔用什么办法把它变得非常好吃。要想让它非常好吃，就是说火候要够。只要你火候够了，那我们这些胶原蛋白呢也会变成非常软吃起来以后呢，跟我们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传统的话，我会用这个砂锅，砂锅去长时间，焖焖那个一个小时两小时。我们这个现在有高压锅呢，现在我们的这个尤其年轻人的这个节奏都特别快，回家也比较晚，是吧？你要再去做饭呢，就是需要很长时间，是，那肯定来不及。但我们这也算是一个快手菜。我们先来炸这个葱酥，倒上我们福临门营养家的葵花仁油，然后把洋葱酥倒进去。洋葱放进去，我们要把它煸的焦啊，给它煸焦成为洋葱酥。这个洋葱酥就是我们做这个传统卤肉饭的这个画龙点睛之笔。调整火力，刚开始的时候火力很大，现在我把它关到最小火，甚至我把它端离，就让我们这个油温始终保持着这个不高又不低。对，如果你炸时间长了以后它会糊，糊了以后它就会发苦。是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就是一猛的劲儿的大火去炸它。我们就直接呢去煸炒这肉了。对，煸炒这肉，我们放入大料。两个大料，姜、蒜、葱。我发现了，其实炒的方式啊，好多都是跟刚才李欣这个方式很类似。类似。那其实这也能说明什么呢？我们用边角料啊，可以用二位这种办法来进行操作。这样不管您剩什么边角料，这样的学会了这样的方法，您都可以在家里当一回大厨。葱油去煸它呢，就是刚才你说的去腥。对，把它这个腥味呢，通过我们蒸发把它去掉。已经出香味了。每次就喜欢看罗大厨颠勺的样子，特别有一个男人魅力。过去我们再传统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要炒点糖色。现在我们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红烧酱油。它里面就已经有糖色了。那赶紧给您用上点吧。对，一会儿你给我准备点红烧酱油。我们先来一点点的料酒。能把它烹香。原味鲜的红烧酱油。给我来一点。给您来一点。这个红烧酱油啊，它呢就是代替了我们炒糖色。再一个呢，就是您要知道说这个红烧酱油，它为什么会上色呢？因为它里边有了糖色。好，然后把这个猪皮放进去。后放猪皮。它本身焯过的。对，猪皮已经煮熟了的啊。然后如果我们先放的话，你煸它会崩，所以一般我们后放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香菇放进去。好。然后我们加点热水，好，我们关小火，我们来调味啊。我们放盐，放一点点的糖。我们放入高压锅中。我们稍微来点胡椒粉。用高压锅炖多久？我们炖个5分钟到8分钟。好，很快。对，其实它很快。
然后我们把这个油菜啊，我们给它焯下水啊。焯油菜的时候一定要是水开了放进去。好，然后我们放点盐。放盐是让它变得更翠绿。变翠绿，然后给它上点底味儿。你看我们这个米饭都准备好了哈，这个为了吃卤肉饭，我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。嗯，就等着这一刻啊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好期待啊。如果你要是不使高压锅的话，葱酥直接放到里面去跟它一起烧。嗯，如果我们使高压锅的话，得后放。好，因为你先放的话，容易给它压烂了。对对对对，那就是那个吃不到的脆感。对对对。哎，声儿下去了，可以吗？嘿，哇，哇，是吧？然后把它倒出来收汁儿，收汁儿这步也很关键啊！一定要大火啊，大火收汁儿，你只有大火，它这个汁儿才能收粘稠了呢。然后把鸡蛋呢也放进去卤一下啊。这个鸡蛋啊，我们煮的时候啊，一定是要给它煮的这个我们叫八成熟，别要全心的，对。然后我们再放在这里面稍微卤一下呢，它就全熟了。哦，基本上我们的鸡蛋要煮五分钟，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这么搭配一下哈？对，要搭配一下，营养搭配要合理嘛，是吧？这样你吃才不腻呀。那这样的话，下次如果我有这个猪肉的边角料，我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在家尝试一下。对，一定很棒。行，我们这也够粘稠了，我们起火。天哪，这个跟你在外边吃那怎么样？比那个好吃啊，就是它那个胶质感特别强，那个汁特别浓，并且这个肉特别软烂。对，当吃到这个肉皮的时候超满足。比吃那个纯肉的都好吃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卤肉饭一直要吃就是肥一点才更香。你看好吃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肉筋这个底筋，做完这个菜再加肉皮，是不是特别的好吃？哇！而且你看到没有，这个菜又有香菇，又有菜，还有蛋白质，全齐了，是不是？这一碗饭够了。将底筋洗净，切成丁儿；猪肉皮焯水后切成丁儿备用。将水发香菇切成丁儿，干葱切成细丝，放入油锅中，小火炸制成金黄时，捞出控油，放入大料、葱、姜，加入肉丁煸炒，料酒、红烧酱油、盐、糖、胡椒粉，加入香菇丁，放水，用高压锅压制五分钟。高压锅放气，肉倒出，放入鸡蛋、葱酥，汤汁收至浓稠时即可。碗中放入白米饭、菜心、鸡蛋即可。这个卤肉饭一定要用小干葱炸葱酥，这样它才更香。零添加三重鲜，换个好味道。泰德勒原味鲜酱油喊您回家吃饭，优质米面油认准福临门。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。这个其实我们在家里吃边角料啊，往往这边角料都会扔掉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油脂，很多就是有筋或者不好用的地方，我们炒菜也不合适，是炖菜也不合适，所以浪费了很可惜。对，今天二位教了我们一种变废为宝的方式，用这样小小的烹饪方式就把我们边角料变得非常好吃的家庭美味，并且用高压锅就解决了很多很多的小问题。赶紧给家里五分钟一下。是的。财经频道，看见价值。